冬天是一年中最寒冷的季节，很多植物没有了绿叶，一些动物也会选择休眠，许多鸟儿飞到较为温暖的地方过冬。这个世界仿佛一下子安静下来了，然而，这所有的一切都是在为明年做打算。冬天是一年中最寒冷的季节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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很多植物没有了绿叶，一些动物也会选择休眠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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许多鸟儿飞到较为温暖的地方过冬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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这个世界仿佛一下子安静下来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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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然而，这所有的一切都是在为明年做打算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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冬天是一年中最寒冷的季节，很多植物没有了绿叶，一些动物也会选择休眠，许多鸟儿飞到较为温暖的地方过冬。这个世界仿佛一下子安静下来了，然而，这所有的一切都是在为明年做打算。冬天是一年中最寒冷的季节，很多植物没有了绿叶，一些动物也会选择休眠，许多鸟儿飞到较为温暖的地方过冬。这个世界仿佛一下子安静下来了，然而，这所有的一切都是在为明年做打算。